爆好被拦住，既然被国手拦住，就凶多吉少。这球打成了左半边的飞球，又打得蛮扎实的，又打得蛮扎实的，又打得蛮扎实的，接到高柏林，哇，他最后的接球呢是低手的接球，哎，接一个球，哇，哎呦 ，nice play 再传呀，哦，史基恩的精彩守备在今天，哇，分垒得分，这个球打得强劲，三垒手，这个球直接被陈庸锦 diving catch 给没收。一点都不像老将的手背，是是是。位置，哇！一个小飞球直接用头打diving catch的界外接杀，哇哇！今年开季好球特别多啊，梁家荣的美季。以我对嘟嘟了解，哇！先看这个球，子豪又来一个 nice play 了，三垒方向。硬生生的是把吴登龙这个车路边的一个滚钉球给拦下来。我们先看这一球，有点挤到，要考验的手背接到之后，来得及，这是一个蛮精彩的 play。这技击了，哦呦！但这个球打了一个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追得到吗？追得到吗？结果呢，没有办法追到，还是追到了，哇，追到了，追到了，哇，那是一个超美技啊，掌声鼓励啊！哦，直接做攻击，而且打的落点，看有没有办法被接住呢？接住了，李胜宇又是一个 nice play。接下来登场的刘基宏选择第一球，中间方向投来挑战陈德健，这个球跳起来 ，nice play， 在球落地前收进了手套里头。棒子有点点断，再投一下，扑下来，起身传一垒 ，nice play， 精彩的一个守备。Rosario 打中间。向的飞球打得蛮有气势，中外野方向，啊，掉到天网里面了，又被天哥给没收了。郭天信的美技，这个 play 真的没话讲。荷兰哦，三友之间，动动丢，动丢，阿 K 队。江坤宇又把这个球挡住，对，挡住我都已经够让我吓一跳了。这一棒打中间方向、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方向。有接到吗？哇，真的接到，哎，投手的手套帮忙挡了一下，然后让后面的岳东华接到手套里。哇，这也太罕见了。